係打埋呢匹馬。全部馬不準備妥當，八場賽事三班千二米嘅短途賽大熱係五。黃旗舉起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就奇藝先鋒啦，外邊係八千師啦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有街景福星啦，咁啊中間男裝之歌第四位，內欄第五標誌科學啊，出邊紫色眼罩團結精神，依家先走翻上去啊，馬林中間紅衫紅帽中華盛景啊，頂咗喺出邊咧就係嗰只喜傲龍啊，綠色衫嘅，咁再內欄位置大概尾四到啦，神進馬車後邊三隻，再大大啦，尾二係勇闖啊，暫時包尾嘅馬匹係嗰只黑搞笑買嚟噶，咁啊轉彎入直路。前面带头是那只八千师，第二位是团结精神，埋边第三奇艺先锋，第四街景福星，第五红眼罩拿出去了南庄之歌，出面大白鼻梁那只就喜傲龙一路兜大弯，马林中间中华盛景，后啲先见到就偷入变相，就是这只标志科学，马林中间稳位还有神骏马车，好了，斗到来最后三百零米了，前面八千师攞紧平衡了，攞好了，慢慢比下去，接来了个零身位，再见到标志科学埋边上紧嚟，中间神骏马车团结精神神外边中华盛景啊，斗到嚟最后一百米到八千师，三战未逢敌手，抛甩赢啊！跑第二名嗰只都系佢，中华盛景啊！咁啊，第三名团结精神系咪压住咗？好迟先至喺外边追上嚟，紫色衫嘅勇闯咧。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真系出到闸，摆到喺前面走咧。呢一八千师咁啊，又带到啦。中华盛景都系要输俾佢啊，又系跑第二，第三啊近嘅紫色眼罩黄衫，团结精神外边紫色衫十一号勇闯要影相。最後一點三倍啊，咁啊搭翻就係中華盛景大 Q 三點七倍，咁啊第三名咧三號就係團結精神，咁啊攞翻第三陳嘉熙，第四名咧後上勇闖啊，波件事追翻好多啊，就勇闖喺外面，算係咁，即係有啲追勢先啊，落場跑啊，不過都係跟前支嘅馬著數啲啊，呢條翻版 Q 三點七倍啊，都係最熱嗰兩隻包 Q， 五號、四號、第三、第四名要影相啦，暫定名次啊。看重播啦，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就奇藝先鋒啦，外邊係八千師啦，咁啊再見到中檔位置有街景福星啦，咁啊中間男裝之歌第四位，內欄第五標誌科學啊，出邊紫色眼罩團結精神，依家先走翻上去啊，馬林中間紅衫紅帽中華盛景啊，頂咗喺出邊咧就係嗰只喜傲龍啊，綠色衫嘅，咁再內欄位置大約尾四到啦，神進馬車後邊三隻，再大大啦，尾二係勇闖啊，暫時包尾嘅馬匹係嗰只黑搞笑買嚟噶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咁。就係啦，前面帶頭係嗰只八千師啊，第二位係團結精神啦，埋邊第三奇藝先鋒，第四街景福星，第五紅眼罩攞出去啦，南莊之歌啊，出邊大白鼻梁嗰只就喜傲龍一路兜大彎啊，馬林中間中華盛景啊，後啲先見到咧就偷入變相，就係呢只標誌科學啊，馬林中間穩位仲有神進馬車啊，好啦，鬥到嚟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八千師咧攞緊平衡啦，攞好咗啦，慢慢比落去，接嚟咗個零身位，咁啊再見到標誌科學埋邊上緊嚟，中間神進馬車團結精神。外边中华盛景啊，斗到嚟最后一百米到八千师，三战未逢敌手，抛甩赢啊！跑第二名嗰只都系佢，中华盛景啊！咁啊，第三名。咁啊，睇下张第三名嘅相先。都算叻啊！团结精神冇难咁都第三啊！莫雷拉唔放过你啊，佢自己走啦。睇下預計派彩先，跑第一名五號嘅八千師啦，到23.5位置派11蚊，跑第二名四號中華盛景位置派16蚊，跑第三名三號嘅團結精神啦位置派63.5啊，跑第四名11號勇闖，連夜4搭5派37蚊，位置 Q 4搭5派19.5啦，3搭5派90.5，3搭4派212.5。二重彩五號四號順序，哇派多3蚊啊，派40蚊。單 T 三號四號五號派266蚊。三重彩啊，五號、四號、三號順序派583蚊，完成時間1分08秒85，同標準時間差唔多啫。三揀嘅預計派彩啦，勝出組合都係 A 一格嘅熱門11.5，琴日就唔係好夠熱喎，佢唔係霸住 A 一個彩池啊，應該係一隻嘅啫，十五夾晚都15蚊、15-16蚊 ，A 一啊包 Q 嗰兩隻馬。咁你今日中華盛景兜出啲，咪輸遠啲咯。上季咪慳埋咁啊，裏邊咪輸近啲、都仲係冇乜受威脅啊！呢只八千師，
中華聖景啊，交翻佢個水準啦。係，除翻面菇，攞翻個 Q。嗯。你對手又唔係好強啫，叫做中華聖景。你勇闖 fit 啲，佢都起碼第二啦。今日都唔係好夠啫嘛。睇個騎練嗰個配對嗰個組合，就似乎都係省下隻馬先啦，熱下身啊。下次可能騎翻嘅莫雷拉嘅機會啊。中八千師都升班啦。咁樣贏法啦，而家74分，過幾馬位啊，人都三邊啦喎，今日唔驚唔覺啊，又唔係好黑喎，冇理由黑咁多日嘅。好啦，佢停賽啦，跑埋今日都，佢唞唞啦，盡情咁數户，都唔係喎，潘頓興等埋女神先嘅喎，以前啊，潘頓啊，女神停賽嘅時候，333喎，頭先跑三場第三喎，都係啲外檔啦，努力克服啊！四連環嘅預計派賽3號、4號、5號、11號平597元。四重彩嘅預計派賽啦，5號、4號、3號、11號派3787元。下一場又潘頓莫雷拉係最熱嘅，又係睇啲過關飛有冇啲轉變。賽果都相當正路啊！睇翻第八場嘅巡邏影片，起步大家都算係幾齊整嘅，咁啊中路就有少少挨碰啦。結果八千師就最快出咗嚟嘅，但我當團結精神都積極上前啦。中檔第三就係佳境複式有啲搶口喎，內欄第四就奇藝先鋒啦，一路數落去咧，南莊之歌、標誌科學、中華聖景，出邊就喜澳龍嘅。尾四貼欄神進馬車包尾嗰三隻勇闖再大大同埋蝦餃燒賣啊！咁啊，依場啲分段時間睇落就正常翻啦，起碼兩隊都同標準時間相差不遠嘅。咁啊，馬群都冇話點樣拉得好散啊！咁啊，前面白絲絲啊放得順啦嚇，咁啊難得嗰只團結精神啊冇揀隊上嚟拍住佢肥，咁啊結果啊兩隻都舒服嘅，咁啊團結精神都幾叻啦，今日冇咗條欄都仲頂翻個披，表現都算相當唔錯。後面那一堆就起奧龍就沿同莫空三隻回來就不太衝，掟得再出一點就勇闖，目前都追上來就姗姗來遲的。其他馬就中檔神勇馬車追少少又不是追得很多，反而蘇布羅那隻又不是輸得很遠的標誌科學、都在五六位之間。都復榜完畢了這一場，位置級派賽啦，四搭五派19.5，三搭五派90.5，三搭四派212.5。三屆派賽勝出作為 A 一屆嘅熱門派11.5。二重彩5號、4號順序派40元。四連環3號、4號、5號、11號派597元。四重彩5號、4號、3號、11號派3787元。孖寶啦，頭關11未關5號咧就派81元，頭關11號未關4號派52.5。睇埋分段時間啦，頭段23.53秒，第二段22.53秒，末段咧22.79秒，完成時間1分08.85，同標準時間差唔多。